爷爷，杨大人，老夫对不住你呀，杨大人，老夫对不住你呀。 朕的皇兄定要朕进城吗？陛下既以宣召信王来见，他来或不来，陛下再做决断。朕怕他不敢来，奴才这就派人把他抓来。请来，懂吗？ 是，奴才。 这就派人去请。陛下，新王爷派人来了。是你？微臣给陛下请安，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！朕的皇兄为何不亲自前来？起来，谢陛下。陛下容禀。 陛下南下巡幸，王爷得到圣谕，已在本月间。王爷急于修缮王府，以为陛下驻避之所，今日至今尚未完工。王爷恐有闪失，故亲自监工，寸步不离。不过工程已尽收尾，王爷在府门外恭候圣驾。还有奉圣夫人。 奉圣夫人出宫以来，每日排演牡丹亭，说那是在宫中之时，陛下最喜观看的昆剧。今日首演之夜，就等陛下亲临。朕的皇兄想得果然周到。是，王爷说，陛下是龙，非龙在天；王爷是蛇，游蛇在地。但龙蛇毕竟是兄弟，所以手足之情不可不恤。 王爷修缮王府，奉迎圣驾，实是一片之缘。可惜，朕不想领他这个情。你回去告诉他，他要么亲自来迎接朕，要么朕的大军就先踏平他的信王府。微臣遵旨，微臣告退。 不量力，信王要开战了。陛下容禀，是爆竹。爆竹，又不是过年。你这你就不懂了。陛下乃万岁，江南巡幸万民欢悦。
恐怕比过年还要高兴。所以王爷说，这叫抱住生中除旧岁。放肆！来人，把这个逆臣贼子抓起来！先下手了，过宜宾之前要打仗，他没这实力。禀陛下，到处都在爆炸，大军损失不大。慌张无用，命各队首领将营盘后撤至安全之地待命。遵命。魏公公，这里怕是没有安全之地。你说什么？就在公公的脚下，怕是也有一个大堡垒。你个混蛋，吓唬本公公。王爷远见卓识，当年大殿下死后留下的遗产，乃16年江南赋税30%里的一成。此事别个不知，魏公公和刘公公想必心如明镜。这么多的钱，王爷至少拿出一半全都买了炸药，有些甚至来自澳门。魏公公不识字，总还会算个数。你算算，这是多少啊？拉出去砍了，砍了！妈，还是陛下圣明，一下就算出来了。原来朕的皇兄已经蓄谋已久。陛下圣明。信王出京之前已知陛下夺了他的储位，陛下可想知道信王是如何知道的？说。是微臣先父禀告信王的。当时微臣秉承魏公公的指令，先割了先父的舌头，然后砍掉先父的四肢。然信王何等聪慧，命臣割破手指，鲜血滴在先父的鼻尖上，先父便以鼻作鼻，将陛下夺嫡之事告诉了信王爷。从此乾宁也跟定了信王爷，是要报此深仇大恨。奴才该死，奴才疏忽了。你说奉圣夫人和信王正在府里恭候朕？是。这么说信王府是最安全之境了？王爷还不想把自己也炸死。王爷的意思是，兄弟相残并不急在一时，王爷与陛下先叙亲情，若是陛下能说服王爷，王爷并非一定要与陛下争夺这个皇位。王爷还有一个意思，若论治理天下之能，王爷不会输给陛下。
或者略胜一筹。为国为民，陛下或许会让出皇位，从此与奉圣夫人双栖信王府。放肆！朕的皇兄果然想得周到，他要与朕换个位子。陛下圣命，宣旨，锦衣卫东厂太监先行出动，将信王府团团围住。朕的行辕安置在信王府，朕倒要看看朕的皇兄到底能把朕如何。陛下宣旨，大军进城。陛下认得我这个陈兄，陈兄也一定认得陛下的。可皇兄这个接驾之举却使得好手段，区区几个爆竹给陛下留点印象。好，皇兄也应该知道，你纵使有千条妙计，朕自有一定之规。那是那是，何况陛下自小受父皇亲自教诲，肯定是烂熟于心。陈兄是恭敬陛下，与其用计不如无计。好，那皇兄到底想怎么做？陛下带了几万兵马造访陈兄，陈兄除了臣服陛下，我还能做什么？皇兄你记住，你要是让朕按照你的意思去做，还是死了这条心，将信王拿下。夫人，王爷有请。音乐，一定要去吗？王爷答应我们的，做完最后一桩事，就还我们自由。娘，儿子跟娘一起去。陈兄一片赤诚啊，竟不能感动圣聪。唉，也罢，陈兄没这等面子，可是奉圣夫人的面子陛下总不会不给吧。奉圣夫人，奉圣夫人来到陈兄的江南，心中似有积怨，幸好卓吾先生的戏班子在陈兄府上，奉圣夫人便拜卓吾先生为师，排演全本昆剧《牡丹亭》。陛下，《牡丹亭》虽为千古绝唱，然奉圣夫人是何等身份啊，竟然屈尊演戏，还不是为了奉迎陛下，
奉圣夫人与陛下乃舔犊之情，陛下与奉圣夫人乃恋母之亲，以往或有积怨，心中已全然化解。奉圣夫人还嘱咐臣兄，牡丹亭首掩之所定是陛下驻避之处，臣兄的王府就舔为舞台，是何等光辉啊。奉圣夫人真是这么说的？陛下，信王的话不可相信。陛下，开门。